社会，那么它未来，大陆现在是一个春光美好的季节，更可谓是操之夭夭，灼灼其华。那今天下雨，但下的也是春雨。我看到我们来的那些年轻的朋友啊，都是焕发着青春的风采，见到你们很高兴。我对于你们疫情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。马先生素有民族情怀，坚持学而共识，反对台独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，促进两岸青年交流，致力振兴中华，我对此高度评价。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，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伟大的，创造了源远流长、辉煌灿烂、举世无双的中华民族。每一个中华儿女都为之感到骄傲和荣耀。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漫长历史，记载着历代先民迁居台湾、繁衍生息，记载着两岸同胞共御外侮、光复台湾。中华民族一路走来，书写了台家两岸不可分割的历史，镌刻着两岸同胞血脉相连的史。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，没有什么心结不能化解，没有什么问题不能商量，没有什么势力能把我们分开。海峡的距离阻隔不断两岸同胞的骨肉亲情，制度的不同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的客观事实。外部的干涉阻挡不了家国团圆的历史大事。两岸同胞一路走来，始终一脉相承，心手相连，守望相助。青年是国家的希望，民族的未来。两岸青年好，两岸未来才好。两岸青年要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、骨气、底气，共创中华民族绵长的历史，续写中华民族历史的新辉煌。先说这些，借此机会啊，听听马英九先生和台湾青年朋友的意见和建议。习总书记好，那我的各位朋友，我们代表团同仁、与学员以及在场的媒体朋友们，大家好。这次我带着台湾的青年学子访问大陆，感谢大陆方面的热诚接待。这几天的行程，同学们深刻了解中华文化的根源，体验大陆实际发展的面貌，更感受到两岸之间血浓于水的情感。中华民族过去经历了百年屈辱，最近三十年，在两岸中国人的名字下，
一步一步迈向共同振兴中华之路。虽然两岸在不同的体制下发展，但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，都是炎黄子孙，应该互助合作，致力振兴中华。这也是2015年我与习先生会面的时候，双方达成重要的共同理念。去年我带着台湾青年学子来访，并邀大陆高校师生回访，两岸大学生那种自然的水乳交融，可说是浑然天成，欲罢不能。两岸的年轻人代表中华民族的力量，能够在人生较早阶段建立友谊，一定可以为两岸永续的和平繁荣定下更有坚实的基础。看着两岸青年学者眼里的热情善意，我进一步思考到中华民族后代子孙的幸福。对台湾来说，没有稳定和平的两岸，就没有安定进步的台湾；对中华民族来说，没有和平繁荣的两岸，也不会有璀璨光明的未来。我诚挚的希望双方都应该重视人民所珍惜的价值与生活方式，维护两岸和平与中华文化蕴含的智慧，确保两岸互利双赢。最近两岸情势紧张，引发不少台湾民众不安，但是我始终记得鲁迅先生说过，渡尽劫波兄弟在，相逢一笑泯恩仇。两岸如果发生战火，对中华民族都是不可承受的重担。两岸的中国人绝对有足够的智慧和平处理两岸争端，避免走向冲突。两岸在1992年达成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，未来两岸应该以确保人民福祉为最大目标，坚持九二共识，反对台独，求同存异，搁置争议，共好双赢，共同追求和平发展。我诚挚的期盼两岸互利共荣，携手合作，振兴中华，让中华民族在全世界的面前抬头挺胸。2015年在新加坡，我与习先生确认了九二共识的重要性，但我不但按去年几次去的对也再次改变九二共识的原始原理。1992年11月12日，大陆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